今年东部干线发生泰鲁阁被车摆尾撞到车祸，目前知影现场有四个人无性命受伤。咱台湾甲秘鲁的旅游气泡已经起过，严格超小小过零点，第二团无三人报名，正一经李雄社拢决定成团。 行政长苏贞昌要求相关部会做评估，看第三接收站敢有法度向外去对海去。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四月初二公司中道新闻，我是柯兴祖。先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清明连假头一天，代替东部干线发生火车摆尾的重大车祸。 一台队从哪出发，驶向台东四控八处泰鲁阁火车，早起在经过花莲秀林乡河仁路段时，伫大清水泵坑出车祸。因为火车去拄着泵坑壁，经销人员已经赶紧到现场。目前知影现场有四个人无性命受伤，而且有真侪人受伤。 开去台东的四控八处泰鲁阁火，规个卡伫清水泵坑口，一台卡车也倒伫泵坑口，现场一片如苍苍。第二天去发生重大火车事故，意外现场的民众讲到事故发生，这台卡车为顶悬的公路落来，让火车撞到，心情依然是真惊吓。我们的火车撞到这个卡车了，对呀，整个火车已经和平隧道。 这边是什么地方啊？清水隧道这里出状况。根据经销调查，这台位从哪发车，开往台东的塔鲁阁火灾区经过花莲县秀林乡甲仁段的清水泵坑的时阵摆展，车厢侧弄崩坑壁，经销马上赶去抢救，另外包含双北甲基隆等地消防单位也拢马上派人协助抢救。你有反应到他有东西砸下来吗？还是？ 我那时候在睡觉，什么都反应不到过来。有先生说幸好在隧道里面，所以我们车子就不会这样翻，反而可能是救了我们大家一命这样。事故第四、第四架地锅车车厢严重变形，真正乘客伫乌马麦泵坑当中等待救援，顺利脱困的乘客是一直卡手机啊向出来的人报平安。 总统蔡英文也指示相关单位全力救援，为福部启动大量相关急救机制，交通部甲代替积极应应后续交通的调度，搁请云南花地事故了后做事故的调查。根据花莲消防局十点左右的初步汇报，列车有八十车厢，乘客差不多是三百五十人，一架三只的车厢已经疏散六十人，有人员伤亡，消防继续抢救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清明连假头一天，早起九点外，一帮队从哪出发，驶到台东四控八号的泰鲁阁，在经过花莲秀林乡河仁路段大清水泵坑的时，排灭出车祸。现场有几那只车厢变形，有旅客掉伫车厢内底。目前是传出现场有四个人无性命现象，而且冒真侪人受伤。即摆现场详细的状况，咱要用电话连线，请记者叶明兰甲咱讲，明兰。 好的，连假第一天，台铁被危险传出重大意外。这是一列从树林发车开往台东的408次泰鲁阁号列车，上午大约9点的时候，经过花莲县秀林乡河仁段清水隧道时发生事故。 台铁表示已经派人员在现场指挥，但有乘客指出有人受伤，车厢变形卡在山洞里，整个黑暗，门开不了门。 消防局表示，上午9点35分接到多通的电话报案，这两列车在大清水隧道内发生事故，有多节倾斜以及人员受困。详细地点是在花莲县秀林乡台九线115公里旁台铁北回线大清水隧道南向，受理报案时间是上午9点35分，消防局9点58分抵达现场。 花莲县消防局也续报，10点31分已经疏散1至4车厢，大约80到100人，轻伤大约是20人等待送医，重伤3人已经送医，目视没有生命迹象，大约是4个人。5至8车厢因为变形无法顺利进入，持续抢救中。
感谢明兰，火车牌牌后续若有新的情形，会持续替乡亲报道。咱来关心其他的消息。这是今仔日是清明连假头一天，国道伫早起就出现车流量，苏花街对透早就开始塞车，平均的时速敢若十公里。高公局是预测讲，今仔日是连假四天内底交通量上侪一天，路南会真塞，建议北路南的乡亲。中道过了后才出门会较好驶。交通部长林佳龙毛专工去高工局关心路况。四天清明连假的头一天，还未九点，高铁南港站就出现不少民众，赶行李要赶要坐车。西部国道透早嘛出现车阵，几个所在路段时速无到三十公里。苏花街是为透早就开始塞车，地主国道五号主线的车流是塞三四公里远，平均的时速可能有十公里。在国五南向南港至头城路段。这边预估今日的车流会到下午的五点多左右才会稍获疏解。中部地区在国一南向彰化至埔盐系统，车流也要在傍晚的时候才会稍获疏解。国公局预告，车日的交通量会达到122万车公里，也是连假内底交通量上大的一天，而且路南会真塞。国道六个较高塞的所在，包括国道一号上北燕山到大华系统、路南杨梅到新竹系统，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国道三号路南三莺到关西、乌日到雾峰系统；国道五号路南南港系统到坪林。国公局指出，车阵应该会伫咧过道了后就会较冷，建议路南的民众尽量伫咧过道了后才出门。国一的内湖头份、国三的木栅香山路段，以及国五的南港系统。在南下，从早上六点至中午十二点实施南向的高承载管制。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去国公局关心车流的状况。伊表示，清明连假是一年内底国道的车流量上多的连假，今年的车流量已经恢复到疫情发生之前的程度。针对31个牧区，这个附近的交流道，我们特别加强监控，严格的移控。那除了这个部分开放路肩。也协调地方政府，能够避免车流的回堵。针对华东疏运的部分，林佳龙表示，增加公共运输才是彻底解决的办法。马古内南部的民众会当为台东甲屏东的方向坐南回铁路，好有民众会当多多利用。记者综合报道。看煞交通，即马咱来看天气的部分。气象局是表示，今日各地大多数拢是好天到晴云。那台南、高雄、伫瓦近山区也是好高个所在，高温会到36度，所以有发布高温黄色的警号。另外，金门、马祖、基隆、北海岸、西半部伫今日较大雾。金门、马祖甲新竹能见度无到200公尺，乡亲驶车出门爱细致。清明连假的头一天，民众出门穿短䊏啊。全台湾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晴云的天气，日时的温度那热天，不过有部分的县市都要注意高温。气象局发布高温的警号，台南市、高雄市、瓦山区或者是溪坎的所在是黄色的警号，气温有到36度以上，提醒民众中昼若要出门，都要注意唔通去热着。那清明连假呢？其实分前期跟后期哦。前期也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算是一个礼拜当中最好的，也就是这两天的天气其实跟夏天差不多。各地的白天高温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甚至西半部地区是31度到34度，是蛮普遍会出现的温度。气象局嘛发出大雾的特报，离岛的金门、马祖，还有基隆、北海岸、甲西半部部分地区是大雾，或者是云较低，影响能见度。尤其是金门、马祖甲新竹县已经出现能见度无甲200公尺的现象。落雨的部分，东半部有南山低渐阵雨，也若过到西半部的山区，也有部分的地区会有低渐阵雨。那后面下个礼拜的天气呢？对北台湾、东北台湾来说，其实温度就没有这个礼拜来的这么高了。但是天气上面来讲的话，云量是有一些增多的现象，特别是桃园以北到东北部地区。那未来一个礼拜，除了4号以外呢，8号就是下礼拜四，也是有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影响。气象局表示，清明连假头一天到第二天，各地大部分是好天到晴云的天气。高温普遍是要30度，西北部的温度较高，一直到初四，东北季风稍微变强。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会转凉，也若桃园以北甲东半部会有部分地区有短暂阵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清明连假头一天，真侪民众一透早就伫参拜祖先的祭品。台南一间卖润饼的老店，一透早是摆甲热热腾。家己南店市场内底有一间老店，普通时啊是咧卖十四啊，若伫清明会改卖润饼皮，一礼拜会使卖出3万张润饼皮，人客哭哭哭。
等要买轮饼糕的人过一个转弯，都看袂到排队的尽头。台南这间开超过一家子的轮饼糕老店，二号一透早人排到满满时，就是为着这卷。买30卷，最高的最多的到买30卷。哦，你买到30，你哪买遐济啊？太好吃了。工作人员将高丽菜、豆干等配料放伫饼皮顶端，也土豆汤粉卷起来，作为台湾清明节传统美食，真侪民众会买来制作，嘛，让店家清明连假第一天就无闲视察，出动10几个人做伙斗三工。十几个啊、喔！我平常来看你们也都是稍微3、4个在卖而已嘛，吼。对啦，啊，因为现在客人比较多，要调人手帮忙啊。全家动员的唔拿这间老店，嘉义市南丁市场一间干妈店，每到清明节都会卖现切的润饼皮，一卖30几档，两个人一点钟会当做500片。惊无闲卖过来，厝内底老中青三代拢出来斗下手。惊讲清明迄天东港的人伤侪买无着哦。不是啦，哦、啊，个囡仔有转来啊。节日的大排长龙，有的不耐烦，等了那么久，啊，他就会提早一个星期也买，5天也买都可以。这几天都有人买起来冷冻，到明天跟后天比较多人。虽然到两天才是清明节，但真侪民众提早出门采买，唔仅是为着制作，嘛是为着这个传统的滋味。记者陈环武、柯正准，台南嘉义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咱台湾甲别条的旅游气泡，昨昏已经出团啦。咱台湾访问的别条总统惠素琴，嘛坐共一班飞机，同齐回国。一个亲手送礼物，予所有飞行机顶的乘客。有旅客要求要甲伊做伙翕相，伊嘛拢有答应。一路飞行机，当地民众就用传统舞蹈热情欢迎。Good afternoon, and welcome aboard the first inaugural flight to the Republic of Palau in this travel bubble that has been created. 台湾比较旅游专案第一团。比如总统惠素琴在飞机顶欢迎旅客，也讲要送大家一份礼物。To be passing out a small gift for you during your stay, especially mask to wear. 亲手把礼物分给每一位旅客，若是有旅客想要做阵翕相或者是签名，拢照办。自机舱头行到尾溜就开40分钟，这段航程差不多4点钟，华航在飞机顶要用餐。用餐时阵也爱遵守防疫规定。4个小时的航行，华航还是有供应餐，但是像我们看看这边，它也有所谓的热食餐包，还有甜点。但是它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最好2个不要同时拿下口罩吃，最好是轮流吃，这样利用防疫规定。飞机顶的防疫赶快讲定金。比如总统惠素琴结束5天访问台湾的行程，坐旅游气泡的航班回国。As you know, it's been 1 year.Since we last received tourists, and having the first tourists come to Palau gives the Palauan people hope, and I think we are very excited and to welcome and look forward to you all having a wonderful time in Palau. 待会我们就要进行海关过去，去进到帛琉的境内。而在这之前呢，我们刚刚在下飞机之前，其实他所有的防疫都做得很彻底。像在台湾出发前，我们有做了一个所谓的阴性检测证明呢，这边的人员呢也把它收进去了，而且我们还要量体温才能够进到这个地方来。比如官方展现热情，在现场有传统的舞蹈欢迎这边旅游专人到会，也送大家海底啊卡做的破链。机场内面有蔡总统蔡英文2019年来访时阵所签名比较世俗。比较总统跟台湾做比较大赛，跟美国做比较大赛，也在机场共同签比较宣誓。暗时团员到酒店结束第一天的行程，初二会拜访比较的行政机关，包括被叫做小北京由台湾协助建造的总统府，也有台湾做比较大赛馆。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别条的旅游气泡，昨昏已经出发啦。伫飞行机顶人甜一甜，严格4月初4礼拜日第一团煞无啥人报名。真侪经理行社即马拢提供要成停团，观光局表示会想办法来降低团费。疫情指挥中心嘛讲会放宽检疫规定。专家是讲，作业时间伤过短，费用伤过悬，检疫规定严格，这拢是旅游气泡头烧烧、背冷冷的原因。台湾甲帛琉的旅游专案，4月初1日开始，第一团吸引真侪民众，不过上落来尾气就无啥到。本来是第二团初4礼拜要出发，怎么团工有真侪经组团的业者，
销售是挂零，为旅行社甚至直接关团。观光局也证实，第二团只有11人报名。世界之光那一团目前是有咨询参加，那当然针对这一个销售不佳的状况，后续观光局会持续的关注，并跟相关的单位再来做一些滚动的检讨。有旅行社发声明，讲决定随时要关团，催即是结束收单。不过，因为之前有旅客报名，所以暂时第三梯次会照计划出团。以后的销售目标是放伫咧70个旅游团。只是民众无想要去，变哪增加买去。观光局也讲，有可能会降低团费，或者是跟指挥中心协调，放定检疫的标准。商品本身推出的时间也太短，回台之后的自主管理，他后续有很多旅客回来之后他要做的一些安排。虽然觉得他是一个廉价，但他却没有想象中这么好的业绩。另外学者讲，因为航班的次数加人数的限制，机位加旅馆的费用增加，经营的这边继续扭转，旅客的成本就增加，而且保留拢锁定特定客，客源有限。再加上旅行业者销售期无够，也个检疫的因素，造成买去不如预期。对外界担心讲，旅游气泡是不是真正变作气泡化，免得增加买去，考验正都要开始啊！尔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驻白流的大使前几天也有对白流的总统惠素琴来台湾访问，这是引起各界关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说，咱台湾是民主带头的国家，美国打算要深化跟咱台湾的关系，未来也考虑要和双边的高阶的官员互相访问。但外交部表示说，咱也会继续跟美国保持密切的沟通，找出更多合作机会。美国驻秘鲁大使尼约翰进前甲秘鲁总统访问台湾，台美关系引起各界关注，是不是要对中国释出信息，或者是代表延续川普政府取消对台访问限制政策？美国国务卿发言人普莱斯特意回应，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经济甲安全伙伴，佮考虑各界官员访问华府甲台北机会。I think as a general matter, we are committed to deepening ties with Taiwan. We will consider, just as we have, opportunities for visits to Washington and Taipei by senior level authorities that advance our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and enable substantive exchanges on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普莱斯肯定台湾是民主国家的带头人，国务卿林肯进前就捌表示会依据台湾保证法监视对台湾交往准则。美国金融时报30报道，拜登政府准备发布甲台湾交往的新的指导方针，会维持前总统川普任内真济放任的做法，让美国外交官更加方便甲台湾官员会面。那我国政府我们会持续的用很务实的态度哦，会秉持一个。互信、互惠、互利这样子一个原则，来持续的跟美方密切沟通、紧密的合作，我们会寻求更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机会啊。台美关系继续深化，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初一伫推特发文表示，伊甲驻美代表肖美琴伫双桥园会面。肖美琴也表示，特别请蓬佩奥享用台湾特产王来酥，欢迎年底才会比试。台湾感激伊的友谊甲支持。并向伊转达台湾真侪热情的朋友对伊真期待甲欢迎。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火车排队意外，前面连假头一天，台铁东部干线发生火车排队的重大车祸，一台对从哪出发要驶往台东四控八处泰鲁国火车，早起在经过花莲秀林乡河仁路段大清水泵坑的时出车祸，因为火车去撞到泵坑壁，火车变形，警消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去救，目前知影现场有36个人无生命的现象，超过100多人受伤，也佫有72个人即马吊伫。火车顶，即载的火车含包含客票，火车顶大约有500多乘客。目前上病院的计共有61个人，北控五病院有10个人，主治病院有25个人，门路病院有8人，玻璃破裂病院有10个人，所有阳明病院有5个人。开去台东的四控八处泰鲁国号，规个卡伫清水泵坑口，一台卡车也倒伫泵坑口，现场一片乱苍苍。台铁早起发生重大火车事故，意外现场的民众讲到事故发生，这台卡车为顶悬的公路落来，被火车撞到，心情依然是真惊吓。
我们的火车撞到这个卡车了。对啊，整个火车已经和平隧道。这边是什么地方啊？清水隧道这里出状况。根据警消调查，这辆为树林发车开往台东的塔罗五号，早起经过花莲县秀林乡加仁段的清水泵坑的时阵摆电，车厢侧弄泵坑壁，警消马上赶去抢救。另外，包含上百个居民等地消防单位也拢马上派人协助抢救。你有反应到有东西砸下来吗？还是？我那时候在睡觉，什么都反应不到过来。有先生说，幸好在隧道里面，所以我们车子就不会这样翻，反而可能是救了我们大家一命这样。事故地处第四架第五十车厢严重变形，真侪乘客伫乌马麦泵坑当中等待救援。顺利脱困的乘客是一直卡手机啊，向出来的人报平安。状况传闻也只是相关单位全力救援，卫福部启动大量相关急救机制，交通部甲代替积极应应后续交通的调度，搁请云南会伫事故了后做事故的调查。根据花莲消防局10点左右的初步汇报，列车有80车厢，乘客差不多是350人，一架30个车厢已经疏散60人，有人员伤亡，消防继续抢救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即阵重大车祸，然后后续的消息也会继续报道。咱先来关心保护海草的公道。即摆有边边的媒体是曝光，为着要找出保护海草的，还佫有连贯转型双赢政策。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要求相关的部会去做评估，看第三接收站敢有法度向外去对海去。也毋过发起公道的潘中正强调讲，这毋是真正的善意。海水一直拍起来，用光来照，会当看到一片粉红色。顶爱海草搭公道领衔人潘中正讲，今嘛拄啊好是壳状珊瑚藻的成长季节，伊伫前一暗翕到画面，经济部总算让伊再度进入海草搭的区域。伊讲感觉到政府的善意，不过边边媒体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应该慎重来评估部分宽团提出的三接甲工业港外沙的方案。伊认为开发案只有离开大潭海草搭，才是真正的善意。这部分我们要对70多万联署人要尊重他们的当时签署这个时候的意志。那我们也有义务要去完成这一段路程，对，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正义所指的外沙方案是由环保署前副署长、环境律师詹顺贵提出，已经据中油钻探资料指出，若会当外沙到最深25米的所在，就无需要准深。阮方案离岸742米，外沙的话会当离岸1米到1500米，相对较无连续的打体，对环境的冲击较小，既可以让社礁受到相对比较好的保护。那而且呢，又不会明显的去影响到这个减煤、改善空污这样一个期程，我想这当然不会是十全十美，但至少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会比较好的一个方案。但潘中正认为，保护彩色地甲生态系大潭海草搭的应该完整的保留。伊甲决策小组认为，针对供电问题，政府有真侪其他选项会当做，像节电或者是调管电费。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永续啊！如果我们这些环保团体都不敢提出这样的东西来的时候，那这个社会最后就一定是走向，我认为是沦亡了。但詹顺贵指出，公投主文顶头要求开发案要迁离海岸最低潮线，往外延伸5公里的海域，这个科学根据是啥物？公投小组应该公布资讯，来予外界检视，无希望双方变成化解方式来处理议题。记者林丹琼为台北报道。来关心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台中市长罗秀燕，伫清明连假头一天是做去台水公司了解这供水的状况。因为伫清明的连假结束了后，对4月7日开始，就要中部就要开始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罗秀燕是当面要求经济部看敢会当甲台中改做是5天有水、1天无水。也毋过王美花解释讲，若是5天有水、1天无水，无法度有效做到限水。国军出动水车到自来水公司载水，准备前往便宜供水。
除了水公司的水车嘛，到供水站甲大水塔的水补满，和民众前往灌水。四月六号，台中就要开始供五天里分区限水。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台中市长卢秀燕，伫咧清明连假第一天，做伙到自来水公司了解备水的状况。不过卢秀燕当场要求，希望经济部会使评估，甲台中市改做中五天一的可能性。公五停二都没有跟地方政府商量，所以有没有可能改成公五停一，至少公四停一。卢秀燕表示，连续停水两天，不管对一般的民众、店家，也是工厂、科技厂来讲，影响拢真大。不过王美花强调，中五停二的分区限水措施是经过详细评估才做出来的决定。如果改做中五停一，会无法有效做个欠水。我们现在的节水率是11%了。好，工业用水已经到11%，所以如果是公五停一，其实是跟现在的节水率11%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就是希望再进一步节水的原因，就是看到未来可能下雨的还是不是很理想。王美花进一步说明，现在中部的水库水位继续下降，分区限水是不得已的做法。卢秀燕也要求台水公司338的民生供水站不可以出现无水的状况，一定要让民众随时都有水可以灌。那随时都是在这个300多站这边在巡回，有负责的区域啊，比如说一部可能负责这个10个站，他会随时来注水。台水公司表示，目前有30台水车随时待命，平均一台车负责10个供水站，卖派员巡逻过出水点，协助当地里长甲民众解决问题。出水点是毋是要增设，卖浮动来调整，尽全力予停水造成的不便降到上低。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调查局判见6.5公斤的毒品。调查下去发现是内心通外鬼，涉案涉事的调查官即马已经被收押。调查局长李文忠毛公开回释的，严格有立委是烦恼讲这毋是个案，法务部长即马强调一定会全面清查办到底。检方侦办调查局疑似毒品案件，有6.5公斤的安徽塔冰武器，怀疑是内部的人做的。进行指挥北基组国一站迄当阵的航机站信息的机动组长。调查局长卢文忠初一到立法院接受质询进行，再一次回释的。所以我们航机站疑似毒品这件事情，那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啊，我们再次的表达道歉啊跟遗憾。在侦办过程中，检方发现被告姓齐的调查官，因阿爸母两个人的口述里面，这几年有几多条跟收入真无相当的金额。专案小组认为，甲伊的职务甲财务状况正无对等。上期李刚提搜索票，搜查包括四起调查官段所在等四个地点，总共扣下八个口座内面的资金87万元，现金170万，标啊29支，名牌的牌啊25个，车3台，严格毒品也是查无。有立委讲，这边涉案的四起的前组长已经是卡奴。因故因某即马煞有法度伫咧网络顶点好下，批评警方甲廉政单位敢无主动做调查。你们有没有把它列入高风险的人士？有，本来就有，是不是？是，本来就有。但是本来就有，为什么他可以长时间一直在航机站里面？新企业组长因为有大批不明现金和发现失话了，即马已经被停职。有立委担心这不是个案，法务部长强调已经下令全面清查，查办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大学的校长戴夏玲做两任，任期到7月31日就要到期，因为学校一直无按照台北市遴选办法来启动遴选的程序。顶礼拜伫校部会议的时，佫临时提案讨论讲要让校长继续代理，这是予教育局批评讲，因拢无把法则放伫眼内。学校这边是反击讲，似乎是想要透过遴选办法来互相特定人选。台北市立大学是全国唯一台北市所属的综合大学，为着校长遴选，最近甲台北市政府咧冤家。教育局讲，校长戴夏玲无积极来启动遴选，漠视法则。学校回应教育局是超工要互相特定的遴选，教育局阁反击这个指控是假的。3备人选的名单都是他们送的，
不是自己安排人选进去，只要校卫愿意把排序提供上来，我们是会全权尊重他们的这个排序的。双方上开始的弯呢，就是学校不接受市政府1905年修订的遴选办法，要甲林委会内底校友代表甲社会人士推荐的人调做3杯，学校提出要点，予台北市退回。结果，离地下零零期仅剩3个月，林委会也被造成。学校顶礼拜校务会议推选代理校长，予教育局真生气。但是就是他就并不是无限上纲，然后应该要迅速的协调，然后法规面那边应该要就是快点制定这样。有学生是认为大学主题不是无限制，学校应该来遵守政策甲规定。对教育局要追究地下零敢有失职，嘛爱学校赶紧来启动遴选。地下零甲学校发言人一透早拢无接电话，无法度知影因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缅甸的军方发动军事政变，到今已经2月日，军方继续用武力镇压民众。人权组织即马统计讲，到目前为止已经上报有536个人死亡，其中有43个是囡仔。啊，那洪能进的昂山素姬，可能到今也唔知影缅甸的军方这么粗残。缅甸第一大城仰光暗时组织真济抗议民众，因提打击或者是手机啊用的手电啊点到暗暝。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以来已经2个月，这场纪念活动是要追悼所有在抗争行动当中，和武装部队杀死的牺牲者。根据当地人权团体统计，政变2个月以来已经至少造成536人死亡，其中有43人是囡仔。现场人指出，武装部队在街路扫射，甚至冲着电梯杀害民众。在曼德勒的一个6岁查某囡仔，被人射杀在爸爸的怀抱当中。政变以来，都让人感激的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姬，初一在首都奈比多又再度出庭，被控违反《食品司机官方机密法》，卡数被定罪相关，会面临14年刑期。昂山素姬不向法院要求加律师团会面，暗过无得到应准。今年在警方在场之下做事先的会议，委员律师表示，昂山素姬可能唔知影缅甸军方初产镇压的情形。天嘛有，明天龙啊，你台一下个咯，啊天嘛去店里的你台，我们说地面地水怎么如何咯，要路没压吧，我先哦，地钱嘞，地面嘛地钱嘞嘛地有包，那怎么如何慢啊，我先。另外，联合国安理会在经过会议讨论了后，总算发出声明，内容谴责缅甸军方使用武力对付和平示威者。中国安国国阁想要修改声明当中的话术，淡化军政府的暴行。驻缅甸联合国大使也警告，当地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屠杀，甚至出现内战。缅甸军政府已经下令，为礼拜五开始将国内无线网络服务关起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镜头来美国，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的时候，伊就讲，伊在上任100天，要让美国1亿人会当注射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针。即马即个目标已经特别达成。美国疾病管制中心也个防疫中心是公布最新的数字，到4月7日下晡已经有9956万多人已经注头一档的预防针，即个目标特别达成啊。也毋过 WHO 即马是较烦恼讲。欧洲注意防疫的速度上过慢，恐惊也地疏疫情继续更加起来。啊，世界卫生组织是批评，全世界有7成预防针拢掌握伫较好个10个国家的手头，应该改善这款无公平状况。美国注新冠预防针的进度一直超前。根据美国 CDC 所公布的数字显示，初一下昼已经有9956万多人。至少做过第一档预防针，而且超过5600万人已经做过2档，有机会伫咧美国总统拜登所设定的就职100天进程完成1亿人做预防针。从球赛球迷到棒球场看比赛，初一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开幕日，纽约开放20%的观众入场。洋基的球场就历来上限的1850人。We're glad to see that you know numbers are way down now, and you know between the vaccinations and people having it and herd immunity, and we don't feel we're not concerned. Okay. You know, so we're ready to go. 因个澳洲的最近新增加的确诊比例快速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伫咧出一批评，澳洲的预防针自卫进度上过慢。秘书长谭德赛强调。有风险全球组织机制 COVAX
已经对全世界78个国家发出3500万剂预防针。严格预防针的公平性加可行性，依然遇到正大的挑战。The extra 10 million doses would be an urgent stopgap measure, so that 20 countries which are ready but haven't got the supply needed to start vaccinating their health workers and older people could begin before the 100th day, 10 April.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呼吁，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某一种程度的自动化加技术转移，让因会当家己生产无风险。照出来消毒有风险无平等的现象。Nobody wants to see vaccine inequity continue in the world, and that the idea that 70% of vaccines today have been administered only by 10 countries is really not acceptable. It's not acceptable that there are poor people or poor countries being left behind. 严格一寡较富裕的国家甲药厂反对。因讲安尼先做会损害未来的创新加研发。公司新闻李伟林编译。镜头转来，国内继续来关心重大车祸。这是代替泰鲁阁的列车，今日早起伫花莲大清水磅空出车祸百米。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已经赶紧要赶去现场，因为即阵拄好是连续假期运输的高峰期。交通部即马嘛拜托高工局，也佮公路总局来启动东部紧急的运输措施。根据花莲县的警察局蔡廷贵表示，这时间的工程车是无细字落入去铁基路，施工单位嘛那亲像是无采警示牌啊，造成罗南的泰鲁阁火车未赴打动啊。因为即马拄啊好是清明的连续假期，今仔日是头一天，加上这车票车顶大约有500个乘客，即台列车即将有8个车厢。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汇报，现场上部有36个人无性命现象，还有71个人目前搁吊伫火车顶。目前已经有61个人被送病院，分别是送去北康五病院有12个人，主治病院有25个人，门路病院有8个人，送去保利花莲病院有10个人。了解新婚林虎尾的嫌南地，一搭拍远的龙虾，最近和民众发现讲，这定伫废弃物定伫遐。环保局接到通报了后，甲警方去看，有抓到两个现行犯，嘛依法发办，嘛继续要追查现场20吨的废弃物是对倒位来的。今日虎尾镇嫌南里一处的现地龙虾，门口边啊被倒一堆的废弃物，内面掺杂包括废铁啊、废木材、焚化物和生活垃圾等等。因为近期住在邻近的民众发现，最近无人大看大车在处理倒废弃物。我们的乡亲他警觉性非常高了哈，发现有一些大量堆积的废弃物，随时会联络通知我们。我们会同护卫分局哈的警员到场了哈，也发现堆积了大量的这些废弃物，里面有一些塑胶了哈、木材啊、废金属。吴林光环保局表示，接到民众的通报，赶紧会同警方来到现场，当场查到两名行为人正在作业。经过了解，行为人并无领废弃物深度的处理考古文件。由警方协助疑犯，并将其供拢扣押。查获这个现场行为人，发现他未经许可也没有领有相关准许的许可证。那我们目前依照废青法41条并46条的部分来做移送。是，那现场的这个挖土机也已经查扣了。环保局表示，经初步估计，这废弃物的量大约20吨。目前专案的持续追查废弃物的来源，后业者需要照正常的管道来处理废弃物。老民众发现邻近无用的空地被乱倒，拢会当随时通报，共同来守护环境。吉祥有你无得。甲物件做甲细细，阁做甲真共的，这是英国有一个绣灯艺术家，即卖伊当地咱中原大学举办头一摆亚洲的个人展览，即摆有展出13件1x10细细作品，带乡亲咱赶紧来看。守护点头的灵，还有魔法师的动画鸟头鸟。这个哈利波特的行啊，是英国一个做微型艺术品的艺术家，用到9个月的时间，用尽心血，米诺打造的魔法商店街，唔然让参观的人是感觉真心鲜，嘛那像是带大家踏入去哈利波特的魔幻世界。This Harry Potter street scene I made specifically for this exhibition, in the CYCU Art Centre here in John Lee. And what I've tried to do is I picked 5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shops.
这个挂目镜看到真缘投的人，是英国真有名做微型艺术品的艺术家，35年来创作百外件微型的作品，也够有大型的作品。伫个英国甲美国拢有办过不少展览。迪士尼频道嘛委托伊创作一个微型的城堡，再特别伫个中原大学举办伊头一届伫个亚洲的个人展览。在这次邀请到中立居住了7年的艺术家，英国的艺术家叫 Jerry Welch， 然后他这一次呢在我们艺术中心展出13件作品，非常的精彩。除了哈利波特的行啊，还有大家真熟悉的迪士尼城堡，甲未少中世纪的建筑物，这些全部拢是艺术家手工打造的，拢总有13件，比例是1:12的微型厝。这个展览到4月30日，学校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把握机会来感受这个奇卡阁新式的展览。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彰化，彰化鹿港有一款真特别的工艺，叫做土莲香。工艺师在民国30多年的时候，是把这提来做布袋戏红啊头。啊，那布袋戏红啊衫呢？这红啊衫就真我爱被单，也是我爱卡垫，提来做衫。在英国在物资欠缺的年代，这就是真时间的七头命。在晚上8点，公共电视南部开讲，在地旅行，带乡亲，那么做回来算。我们民国3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做那个土莲香布袋戏，因为那时候刚好物资刚光复，物资缺乏，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夜市买，就是一颗头，顶多再加一块布，让小朋友就可以把玩。对，那时候我阿公就在日据时代，就是算末期，那时候就开始在做，就是有一批工艺家就开始在做这个东西，这个最传统的土莲香布袋戏。那就是用这个木屑粉加水，然后搓揉变成一个团状，我们就利用这个模具来压模，那晒干之后就像这样子，就很坚硬。对，那彩绘完之后，我们再利用这个穿衣服。那就是既然是从阿公开始一直做，那爸爸也很努力，我们还是决定要继续让它传承下去。至少土莲香在这个民国30几年到60几年占有一个，就是一个同腕的一个这个时间呐，一个历史，一个地位。因为当时候没有塑胶，那我们能够在没有塑胶的状况下，能够利用这个材质，然后去发挥开创，让小朋友能够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为了吸引小朋友能够再继续玩这种传统的布袋戏，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些小朋友比较知道的人物啊，来吸引他们啊。这是樱桃小丸子，它就是花轮。最新闻，来更新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要开2条美金，大约是57条新台币，来去基础建设。第二，要换新美国的交通设施，嘛按算要去50万座电动车的充电站。这项计划按算会当创造出几百万的工作机会，要带领美国走出疫情的乌云，而且嘛更加有力头要对抗中国。美国总统拜登在宾州的工业重镇匹兹堡宣布重建美好未来的基础建设计划，预计开2条美金，相当57条台币，分作8年进行。And today, I return as your president to lay out the vision of how I believe we do that, rebuild the backbone of America.基础建设计划除了包括修建桥梁、改善铁路和公路等运输设施，也打算在全国兴建50个电动车充电站。另外，部分经费将用在改善家庭基础设施，像提升清洁水资源、更新电力设施、提升高速网络涵盖范围、补贴半导体产业的制造和精品研发。So largest American jobs investment since World War II will create millions of jobs.Good paying jobs will grow the economy, make us more competitive around the world, promote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and put us in a position to w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一旦公司立前以来上大的投资目标，就是要超过中国，所以经费将由税收专家支付。所以政府也宣布要提悬企业税率，为目前的21%升悬到28%。一连串的改革预计一旦使美国一年 GDP 额外增加0.5%。
在中美关系继续对立的情况，美国颁布的华为禁令也未解除。华为公司最近公布2020财报，虽然整体中国市场表现强大，但过海外市场却大大衰退。加拿大、美洲收入就减少24.5%，欧洲甲中东地区衰退也超过12%，主要也是受到疫情，也阁有供应链无稳定的影响。去年啊，由于这个我们受到的美国的这种不公平的制裁的影响，确实对我们的这个手机的业务是产生了不利的这个影响的。美国卫星华为加提到全球手机市占率第一的报酬，因个在美国施压，现在已经拔出前三名以外。就算拜登就任了后，华为在美国的处境并无得到改善，那这才无法度解读第二来华为在海外经济活动就继续被打压。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全世界预防下最新的进度，这是俄罗斯去注册全世界头一支会当予动物仔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下，有机会在这个月会当大量生产。另外 ，BNT 的预防下是表示讲，经过试验，因试验讲14岁到15岁囡仔注射的预防下注射了后，保护力会当100%。工作人员甲白色的水调了的，另外一个人上核准甲做新冠疫苗，即马嘛有动物咧做的新冠疫苗，这是俄罗斯正式注册全球头一个动物通啊做的新冠疫苗，合作 CureVac Corp， 相信这个月都有机会当大规模生产。Мы не прекращаем проводить тестирование 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сегодняшняя ситуация создания вакцины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приступить к этой процедуре, к вакцинации пушных зверей в зверохозяйствах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Шаун Кэфу 表示，这个对动物无百害疫苗，为去年10月份就开始做临床试验，对象包括狗、猫、狐狸、甲水貂等等，接受测试的动物100%产生抗体，也若治疗后的免疫效果，至少会当冻半年的时间。不过专家还搁伫咧持续分析详细数据。另外，人类咧做的辉瑞 BNT 疫苗嘛有好消息，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 BioNTech 公司顶个月31日发声明表示，根据实验显示，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注疫苗了后的保护力有100%。辉瑞执行长博尔拉讲，按算伫咧未来即几啊礼拜，争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紧急授权，希望伫咧后一个学年开始进行，即青少年会当开始做。I definitely hope we get back to whatever we would call normal. eventually soon, bu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all the vaccines out. 现在目前台湾已经开始做的 AZ 疫苗，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盟药品管理局都认为安全无问题，不过也受部分的国家因为考虑到血管的脱掉的问题，所以目前也无做。德国累计已经有31件做疫苗了后出现血管的案例，其中9人死亡。因为安尼，当局30决定60岁以下的民众接种 AZ 疫苗。若是真正要做，就先问过医师，评估个人的风险。另外，南韩总理丁世军七日讲，会加入其他的国家推出新冠疫苗护照，会伫这个月正式推出 App， 方便国际旅客证明家己已经有注疫苗。也若这个 App 卖使用库地人的技术来防止去用伪造的可能性。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镜头来白流，咱台湾甲白流的旅游气泡已经起过，而且因是去参观人咧讲小白宫的白流总统府，嘛由惠素仁总统亲身做导览员。惠素仁总统是表示讲，两礼拜后有60%的白流民众都会做好预防针，所以去白流观光真安全。因只首发团的头一个正式行程，伯琉总统惠素仁亲身介绍，带媒体参观伯琉总统府。伯琉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甲美国同款，参政人员拢伫国会大楼内底真罕得开放，嘛，予大家自由行出行入。连总统办公室嘛是同款大公开。咱即摆来到是伯琉的总统府，伯琉总统惠素仁即摆搁坐伫个办公室内底，甲人讨论代志。看到伊的桌顶放了一只飞行机，就是阮昨昏坐头一班旅游团来的飞行机，顶悬搁有写4月7日的这个日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办公室的另外一边，这个是丁，以前几天去台湾访问的时候蔡总统送给他的礼物。丁很高度亲民，他很欢喜跟大家翕相。这个在伯琉北岛距离市区坐车1.5小时的伯琉总统府，由台湾协助打造，开12亿台币，2005年完工，也被叫做是小白宫。惠总统还带媒体到厝顶看美丽的海景，他一直强调，这是他头一摆对台湾的媒体公开。连总统蔡英文进前出访伯琉的时阵，也无起来过。同时，他透露接受疫苗注射，伯琉民众会超过60%来伯琉观光，会更加安全。In the next 2 weeks, 60% of our people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e second
vaccine, the adult population. So we're well on our way toward herd immunity. So I think people's comfort levels will be there, and at least Palau side. And maybe we can be more accepting of these changes to make the experience better. 不料政府积极开放旅游团，但是嘛引发当地人烦恼。不料的零确诊记录暂时下不去，一直减下来旅游费用嘛，让人唔敢来。不料旅游管理局长特别出面说明。The president has asked that we look at all those costs and figure out for our next budget how do we deal with it, so we can slowly lower the cost for the consumer.为了让当地民众接受游客来，不料政府初步以部分开放方式，餐厅、饭店等开放七成，也强调利用疫情的期间，当地进行净摊等活动来提升品质，为恢复正常旅游做好准备。记者郭善代表报道报道。咱台湾的欠水，泰国嘛同款。泰国因为雨水伤少，水库大屁屁，为着要解决缺乏的问题，泰国政府打算要抽地下水，但阁有人质疑讲，安尼先做会破坏自然环境。泰国上热季节是愈来愈近，煞拄着严重的枯旱，水库水位上过低，根本无法度应付农业用水需求。自然资源甲环境部的地下水资源单位，即几礼拜派出地质学家加八十多组工作团队，伫泰国中部、北部甲东北部三个地区设计去抽地下水。蛮凉จัด，คล้ายๆว่าภาคอีสานนี่เป็นเมืองแรง，ต้นไม้ก็โค่นกันเยอะ，อะไรก็กันเยอะ，ที่นี่ฝนจะเก็บน้ำต้นไม้จะอุ้มน้ำอย่างแทบไม่มีขุดบ่อก็เพราะเนื้อเมษาหรือมีนาอย่างนี้น้ำแห้งหมดแล้วครับถ้าเจาะบาดาลประมาณสักสิบกว่าเมตรโยกไม่ขึ้นเลยครับหมดอีกแล้วเห็นไหมถ้ามีน้ำมาช่วยกันโอ้คนจะตายแล้วเกินใหม่ครับตั้งพบว่าอีโซทงคู่โอจงกิน937เดหาจีเส้นจิตจักรเดหาจุ้ยจำอีแท่งเลี้ยงฟัดเดนทิวจุ้ยกีกาตัวเฮงจุ้ยซิ่งไอจิบจุ้ยThe amount of groundwater underneath Thailand has been tremendous. We have over 700 million litres of rainwater fall down on this kingdom per year, and about 10 to 15% of it is being trapped underneath us. So we still have a lot more to go,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taking every precaution to make sure that disasters like a sinkhole and all that will not happen to Thailand.水资源的工作，有保育团体指出，地大气的河面甲湿地抽地下水，对生态甲动植物会有严重影响，同时可能让含水层大气地下水下降，影响河流，造成咸水入侵，也过造成地层下陷，受到万国附近的地区都安尼问题。水资源部门才开始伫全国推动地下水规范。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译。关心泰鲁阁火车摆尾这个意外，这是即马知影是一台工程车停伫边坡，司机入去办公室，结果这台车无设计，全落伫铁轨路，火车经过了后直接去弄掉。目前知影火车已经造成34人死亡，还有68人受伤，即马还有人吊伫棚坑内，消防人员即马还搁咧抢救。出意外摆尾这个意外上新的新闻，请锁定公司国际的新闻，感谢乡亲收看，等再会。